巴洛宝宝们，今天来吃三个口味的巴斯克芝士蛋糕。先来吃个白玉抹茶巴斯克芝士，这里面是麻薯。看这细腻的纹路，好大一块，黑松露抹茶双层芝士，太过瘾了。老朋友刮油茶，曲奇巴斯克，很香。又是超爽的一餐，今天的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哦。拜拜。